我最近有研发一个，谁？黄浩庭，这个真的很过分嘞！哎，有像，那莫名其妙好不好？你对个孕妇这样子，你 OK 吗？讨卡派奇了吧，萝莉塔哎，出了名的会讲话呢。哎，给我钱都没有，你结屁婚啊你？既然是魔王大道出来的，一定要看一看黄浩庭有多会模仿哦。我们来玩一个。好好看魔王秀，已经很久没有人要我在节目上面模仿东西。我手中呢有五支签，那就请你可以抽三题。第一题是，哦，这一题真的是模仿哎，真真介绍主持人印象出场，干我屁事啊！干我屁事啊！干我屁事啊！真真干我屁事！真真不是他模仿的戏路好吗？你其实是要访问吴尊的，我们来预告。你今天笑的是吴尊吧？你只是来不及应心的签。让我们来欢迎吴尊。啊哈！大家好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大家好，我是詹詹，我是36D 的詹詹啊，今天好开心哦，来到这个地方。哎，詹詹，这里有草哎，这里有草哎。最后这个蛮像的吧？看到这个发觉，真的蛮厉害的。因为我是见证真真这个角色诞生的。对对对对，就是最早我跟你讲，不是玩很大，最早是那个有一个叫《搞笑者们》的舞台剧，然后当时他在那个。舞台剧里面有一个角色，甚至那时候名字都还不叫真真，不叫真真，真真真的蛮好笑。我每次都跟吴尊说，我比较喜欢真真，比较不喜欢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题。他真的有一天会去变性。哦，费玉清唱爱你、啊。你们不要把其他人的角色放在同一个签筒，这不是我的。大家好，费玉清的轻音乐让大家久等了。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，随时都要啊！不好意思，多唱会有版权的问题。是是是是是是是，唱歌谢谢小哥，谢谢小哥了。哇，模仿别人的好尴尬。可是我觉得你真的是随手说来就来，因为都跟这些人太熟，因为这是大天的角色。我会不会等一下看到里面再打开有洪金宝之类的？哎，要不然大凯的，我来看一题好了。哦，最近研发的新角色。哎，我最近有研发一个，谁？黄浩庭，这个真的很过分嘞！哎，有像，那莫名其妙好不好？你对个孕妇这样子，你 OK 吗？讨卡派奇了吧，萝莉塔哎，出了名的会讲话呢。哎，给我钱都没有，你结屁婚啊你？哎，很像哎。你好有才华哦！我跟你讲，他平常还会骂脏话，我弄一句，然后你们自己再逼掉，很夸张。讲到那个辩论会，其实辩论会压力也是蛮大的。我大概也是三月开始，我就有荨麻疹的症状。哦，真假的？我就在想说，是不是因为这个节目的压力的关系，出现这个状况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